不是，你得先走好半天呢。啊？你要走好久呢。走好几个？对，在 Bay Street 走吧，好吧。Bay Street 就是 King Street， 跟 Bay Street。嗯，你要在哪儿走？就这一团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个是以前我们在这里上班的，这个会从这里停进去。你看，这个楼是我们叫 Commons。这就是交易中心是吧？这个就是这里，停在这里一下啊。除了这儿啊，这儿是禁停啊。不让停，停一下吧，坐很久啊。我们停了要很久啊。我们停个 meter， 你得停 meter 啊，这儿罚你一下罚不来。那我们要停 meter 的话，我知道有那地方可以停啊，我可以冲过去就停了。那有 meter， 那儿没 meter 啊。好，往那边走了。好，你看吧。